们来看一下这边好了。来，这个地图现在的位置是在这边，哦，在这一个地方哈。今天我们早上走的就是这一个地方，等一下我们就到这一个地方。啊，厦门在这边，所以这一个地方可以说是金门这边距离厦门最近的地方。哦，我们金门本岛距离厦门最近的地方哈。那第一天下午我们走的是我们金门的西南边，好，昨天我走的是我们金门的东半岛，好，昨天早上我们走金门的东半岛，今天早上，好，今天下午东半岛。昨天我们有带各位到这一个迎宾馆太湖，哦，生恒昌免税店，哦，然后有带各位到这一个地方，应该是在这一个地方，哦，这个老兵故事馆，哦，我们高粱屋，哦，然后再回到金城，哦，今天早上再到小金门，哦，今天早上我们从这一个地方走这条路到了磁体，好，等一下我们还有这一个地方还有北山指挥所，好。我想问一个问题。说。水库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水库。有啊，我们很多水库啊，包括太湖也是水库啊。太湖也是。龙湖也是水库啊，金沙水库啊，田埔。哦，田埔在大概在，我都大概在这边。哦，这边一个水库，这个水库是我们金门现在从大陆引水过来，就是到这个水库。哎，大陆不在这个方向吗？三面。哦，这边哈。到这边。哦，对。那我们引水不是从厦门引，是从晋江，泉州的晋江，那边有一条溪流，叫做九龙江，我们吃的就是九龙江的水。其实我跟各位讲哦，大陆那边现在给我们的水质比金门本地的水质还要好，所以都不知道到底谁是生我者欲我者的水，因为他们是真正是江里面的水，这边的话哈，只是水库雨水积下来的，反而每天都在晒，我们的水几乎没有流动，所以水质就不像那个江流，江流它是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的，它的水更好。嗯，水壶它放淡水，一半淡水一半咸水，养殖。哦，我们这边很多的蛤蟆鱼啊，哦，鱼类、虾类之类都是从这边的，哦，这边养。那都出来的是防大陆水鬼的。这个我讲过了，叫鬼条寨呀。对啊，到底要干嘛？如果大陆船只进登陆，哦，或是涨潮的时候，它会被盖住，哦，它就是阻止他们登陆啊，或是船哥啊抢滩进攻来经营。那个是铁吗？就是做铁轨的船，哦，铁轨的那种船，所以叫做鬼条寨。寨是一个齿，在一个石头的齿，从此以后的齿。然后再一个石头的石，这个连州寨，哦，鬼条寨，鬼条寨就是铁轨的材料，